园巨蛋举办的比赛是中华民国99年度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。今天的对战组合呢，男子组的部分是由合作金库 A 队对上土地银行 A 队，女子组的部分呢是由合作金库 A 队对上土地银行。今天的比赛精彩可期，请热爱羽球的球迷朋友们拭目以待。